心里有称鸟屎带来，到底他的歌迷会有多少来到现场啊？加油！哦，前奏就，哇塞，爱死你了！喂喂喂喂喂，哎呦，还直接席地而坐。哇，还有、啊。喂喂，哎，凶悍吧。用我亲手最后一半，难挂袂赴的火车。唱了袂歹听嘞，月光小步跋落地土脚，时光拢是我误会，不是你变卦。太凶悍了，凶悍，本来就无爱，一句话使人就心痛。是谁感动感谢我？还有人啊，还有拿水条来的，感觉到连呼吸都有困难，还要冲进来，还有人要冲进来，还有这边还有，我跟他沟通两句，史大哥你好，史哥，我们帮你给你们的红烧包进来给史哥做嘛，史哥，史哥累吗？累吗？怎么史哥叫他史爷，史爷，你这个状态根本就不是王络红，你根本就可以选里长了，不是，我有里长，里长，这选市长都没问题，你这个一开口，你看所有的乡民马上冲出来这样，太可怕了。然后反观你的现在在小角落里面，暗自哭泣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看这边都满的，有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一个都抵十个了，可以。对，但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巨星，怎么样统御他们呢？天啊，我已经跟银行贷款20万了。鸟屎油很厉害吗？鸟屎油很厉害吗？你们平常怎么互动？基本上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哦，因为我们就是玩我们自己的，那他们就蹦蹦蹦就出来，这是一定是关系很密切才能开这种玩笑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的跪着跟他们讲话，我也是，还说他不知道，还不知道他们哪来，我缺钱的时候就会跪着跟他们讲话。所以你，但你的年龄层其实也都还蛮低的嘞，蛮低，都几乎是学生，这一看就大学念12年了，对嘛？你也了解。各个层面都有，代表现在是 online game， 太厉害了，而且他的后援会就叫爱死你了，爱死才没有嘞，乱取的，但是他自己爱死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哇，这个对不对？啊，没看这么多的一下，这个全满了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录影有史以来最多的，谢谢你们陪我录影。直接要来宣布了，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鸟屎。难怪会受欢迎。今年我发唱片也麻烦支持，是是是，对，再次谢谢孙贤志，谢谢。
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现在真的不太好站。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哦，我帮他们拍照，不是，他要跟他们合照，请你离开一下。我要离开，你为什么还要留住我？特地跟我讲这句话，因为我怕你这个后来又回来拍这样，变成不太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到各位合照的时间，辛苦辛苦。那没关系，要不然你那边坐，但用手挡脸。我觉得鞋子哥可以一起了，因为我也算是鞋子哥。不是，因为我如果坐在那，其实也合照也会合照到。对，变成粉丝嘛。没关系啦，他们会修片，他们把你修掉，把你剃掉，那就投剃一个狗或猫。鞋子哥，你怎么不放弃？你不要放弃治疗，不要这样子，鞋子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你就坐那边，把他脸剃一坨鸟屎。好了，一起拍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哦，来啦，天哥也没有没有，好，一起一起，因为今天是他场子嘛，那大家把手举高来，手举高来就可以，一二三，呀！